你是老大，要威武一点。老将，孟老大今天会来吗？这么大手笔的生意。 你们谁是孟老大？我都是孟老大。久闻孟老大，钱呢？等等，你们宋人素来狡诈，我要试试剑。 想跑？青山秀水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 还不错，就是慌了点儿。哎，我们以后啊，可以在院子里栽棵葡萄藤，这样咱俩就可以在这儿纳凉看星星了。小七，你说好不好？戴宗，你私闯民宅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要在人家院子里栽葡萄藤，我看你是疯了吧你？趁人家还没回来，咱们赶紧走吧啊！哎，小七，你喜欢这儿吗？ 那以后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啊！我现在啊，是都昌的捕快，每个月有2两银子。我拿出我所有的银两，跟人好说歹说，先付了一半，把这套宅子给盘了下来。那咱们以后就得过苦日子了。我最近刚刚学会了纺纱，我想我们以后可以。小七。
小七，嫁给我吧。这么好的天色，用来亲热。 未免太浪费了，干什么不浪费啊？喝酒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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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
戴总，你这德行可不行啊，跟老姜比可差远了。老姜，老姜喝酒，他老婆要在旁边赶织衣裳，老姜立马一个大耳刮子就过去了。<笑>其实我现在啊，也挺想他的。 嫂子她死了三年了。哎，这事怪我，本来要给戴宗庆功的，我怎么想到这出了？来，我自罚一杯啊！哎，快快，给戴宗庆功，一杯可不够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干！兄弟们，现在说庆功还太早了。 这孟老大虽已伏法，可这涂孝山和马俊虎却逍遥法外。涂孝山和马俊虎又是谁啊？孟老大手底下有两个干将，一个叫涂孝山，另一个叫马俊虎。孟老大在外学艺的弟弟，只要姓孟的还没有死绝，清河帮老大的位置就轮不到你们。 说，我大哥现在在哪儿？还挺像模像样的嘛。是啊，给你们2天的时间。
给我搞到都昌监狱的地图。你要劫狱？怎么，你不同意吗？大哥，地图我们有，我以前在里面关过。都昌监狱里面算不上铜墙铁壁，但里面防守很严密，暗门也不少，五不一岗，十不一哨，劫狱太危险了。我们是强盗，做的哪一件事不危险？怎么了？你说孟良，只要说出涂小山和马俊虎这些人的藏身之处，他就能活命。可他为什么不说呢？是我的话，我也不会出卖兄弟的。来，你们觉得孟良像是不怕死的人吗？不像。那只有一种可能了，孟良在等人来救他。不会吧，都昌监狱可不是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。但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咱们还得小心提防。在哪儿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。不用喊了，他们的嘴巴都被塞住，没有人会答应。好手段，这都是跟你们清河帮学。真是没错，果然有人劫狱，而且是个高手。没想到他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弟弟。牢房要加派一倍的人手。小子，今天吃点什么呀？我想吃包子。等等啊，得给你买包子啊。先不要了，以后小心点啊。谢谢，咱们走。压了压了啊！摆定一手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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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小小赢，赢啊！你先我先问你，来来压压压，再来，小小。等他回来，我一定告诉。
答应你得宽限几天吧，啊？那你告诉他，明天我再过来，让他把钱准备好。哎哎，好。你回来了，嗯，来，快进来。都昌监狱多了一倍的人手。哼，我已经不打算去监狱了。这一个月，你们什么都不要干，我自己来想办法救我大哥。是。哎，嗯，借的银子又输了吧？太差了。我儿子刚入学。哎，人家马上要结婚了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那我去找苏庄。老姜，马俊虎和涂耀山终于露面了，你还等什么？就在里面，两个人前后脚进去的，确定吗？啊，我亲自盯他。他们带了多少人？他们大概七八个人吧。老姜，我进去查看一下。嗯，等等，你上回已经出尽了风头，这回就留给兄弟们吧。我们三个先进去，一炷香之后，你带人跟上。好。帮算是灭了，这赌场以后可以太平了。叫人过来处理一下吧。哎，等等，原来是在争这个，哼，真是人为财亡。这些东西怎么办？老姜，苏双，
我们还是把东西交上去吧。可这些东西的成色断然不是凡物，要是我们私吞了，怕会惹来更大的麻烦。老蒋，你儿子刚入学，你老娘身体也不好。王直，你到底欠了多少赌债？苏双，你觉得呢？就算有人追查，最多查到清河帮，现在清河帮已经完蛋了，该抓的抓了，该死的已经死了。苏双，上次办案我认识了一个专门销赃的珠宝贩子。老姜，三天后五百酒，你们三个都得拉。谢谢谢谢，来来来来坐。哎，哈哈，通喜通喜。哎，坐坐坐，我适配一下啊。哎，来了，这儿这儿这儿，来壶酒啊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太宗这小子办得挺气派的。哎，这得花多少钱？人家可不像你那么豪赌。那不是开心吗？都办好了，走吧。嗯，我把钱分成了四份，我们三个人的都匿名存在了聚源票号，还有一份是给戴宗的。我们真的要把戴宗拉下水吗？你错了，老蒋，我这是感恩。如果不是戴宗那天拼命抓住孟良，我们没机会搞到这么多钱。对呀，于大叔啊，你太客气了，里面请里面请。哎呀，张家公子，伯母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，恭喜！哎呦，你们三个可总算来了啊，就等你们开场了。来来，哎，伯母，里面请。这是我们的心意，来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破费了破费了。哎呦，人来就好了，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来来来，咱过来拿一下啊。来来，里面请里面请。来来来来，里面坐里面坐，别客气啊，里面坐。哎呦，挺气派。怎么样？今天我神气吧？确实神气，非常神气。等会儿我们把你喝趴下的时候，我看你还神气得起来不？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好，来。娘，戴宗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还不赶紧陪小七去？喝多了，起来喝口水。哎，这个怎么没写名字啊？八成啊是觉得送的少，不好意思写呗。哎呦，哎呀，嗯，娘，怎么了？你看。
这是你们三个谁送的？乖乖，这么大的数目，你觉得我们三个谁送得起？除了你们三个，我想不到会是谁了。嗨，你管他谁送的呢？你现在想的第一件事情不应该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应该想想怎么花掉它。这钱来路不明，我花的可不踏实。哎呀，兄弟，只有没钱才不踏实呢。啊，有道理啊。我知道你们也不宽裕，各有各的难处，我呀用不了这么多。走了。哎，振宗。哎，老姜。哎，这个年轻人真是不错，是个好兄弟。亚拉，百丁里手，哎，一二三响，小赢了，又输了，哎，亚拉亚拉啊，亚亚亚亚亚亚亚大亚小，亚多赢了啊，来亚拉亚拉，大小，这边。说是带我来买东西，哼，这什么像样的都没有。去歇会儿吧。哼，要不您再看看这些。不，哎，不不，你就拿这些东西给我的女人看。你是觉得我没钱呢，还是想要羞辱我？哎，不不不，大爷，大爷，哼！来人！今天，要么让我的女人满意，要么我砸了你的店。罢了。大爷，您跟我来。哎，这边请。这是我的镇店之宝，一般人来我是不会拿出来的。哎，不是，说，哎，大爷，哎，大爷，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？哎，不不，大爷啊，别叫我大爷，我乃江州总捕头楚勋。你的这批珠宝，都是江州府库失窃的赃物，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。跑得这么累，还是别跑了。哎！好啊。怎么不跑了？
救命之恩，莫齿难忘。我想你是误会了吧？我并不是来救你的。废话我就不多说了。这个人和三个月前江州府库失窃案有重大关联。你们现在要停下手里所有的活，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。就是买我们珠宝的人。哎呀，完了，果然还是出漏子了。老姜，你先别慌，只要那人没落到楚勋手中，我们一定有办法。哎，见过吧？没见过。现在怎么办？哎，只要这人没有找到，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。奇怪了，那人躲哪儿去了？躲起来岂不是更好？三天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哎，哥几个，要不去喝一杯？我就不去了。小琪今天做了红烧肉，等着我呢。切，有老婆的男人就是好啊！真羡慕有老婆的男人。切，你们好啊。别紧张，你们是不是在找一个人？又是你，我知道那个人在哪儿。在哪儿？跟得上我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个世上能跟上我身法的人，恐怕只有你了。人呢？慢着，我可没有说过要把这个人交给你。救救我呀！我乃大宋捕快，这个人是要犯，你今天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想不到我大哥会被你这么愚蠢的人给抓住。哼，我也想不到你蠢到会去劫狱。
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要救我的哥哥，你们得帮我。这是我听到过最大的笑话。你在哪儿听到过有捕快会帮贼的？那你就帮我给你的兄弟们带一句话，救不出我大哥，这个人便会出现在楚寻面前。出现了又能怎么样？铁东，我在这儿呢。这个问题你可以问他们。我在关西的过场等你们的答复。铁宗，什么情况？我们要找的人正在他手中。他要干什么？他想要我们帮个忙。你想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。是你们自己把自己铐起来，还是我来动手？这笔钱你也有份。那我要铐的人又多了一个。你也知道，他老婆死得早，他一个人要养活两家老小。苏双他爹做生意亏空，从他记事起就开始在帮他爹还债。只有我最不争气，懒惰。你要靠，就靠我吧。我们把钱凑起来跟楚寻坦白怎么样？戴宗，你回来了。我可没有乱花钱，这些都是我跟娘在旧货市场上挑的，我们挑了一天呢。咱们还有多少钱？还有一小半儿。除了把这宅子的钱付清了以外，我还买了一头驴和一些工具，准备和娘开始学磨豆腐卖呢。哦，我还买了两亩田。剩下的我都存在票号里边了。怎么了？把他们都卖了吧。票号里的钱也都取出来吧。别的都好说，但是这宅子一时半会儿卖不掉啊。卖不掉，就慢慢卖。戴宗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日子好容易过好一点儿，你瞎折腾什么？我说卖就卖。你。小心。
想跟你过好日子。我知道。我让你把东西卖了，是有原因的。我也知道。那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我该知道的，你一定都会告诉我。我不该知道的，我也不去问。我只知道，你不会害我，不会害这个家就行了。我去衙门了，早点回来。从这儿再过一个街道，就是楚勋楚捕头住的医馆。楚勋说过，天威震怒，和此事相关的人都是死罪。我们以为你是个讲义气的人，所以得了钱，第一时间就给你留了一份。没想到，你会是这样的人。你们看错我了。戴宗，我烂命一条无所谓，可苏双他是个孝子，老姜他是个好父亲。老姜，我爱小七，想和他过安生的日子。只有你能拦住他，为什么要放他过去了？这件事本来就和他没有关系，我们犯的错就应该我们来承担。
库房里的宝物是金人给朝廷的碎贡，失窃之后国体丧失，天威震怒，你们私吞宝物是死罪。所以我在楚军那儿什么都没说。戴总，你放心吧，就算上面查下来这事也和你没有关系，更何况你连宝物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你来的也太慢了吧，害得我在这个木头箱子里边等了这么久。说你蠢吧你还不信，你觉得我会把这么重要的人关在这么明显的地方不成？其实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姜他们是我的兄弟，兄弟有难，那这事儿就和我有关系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讲义气的人。孟良是我抓的，有什么本事冲我来。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吧，我用了一个月才引你们入套，你以为我只是要救我大哥这么简单吗？要么他们三个现在就走，从此被当成窃宝的逃犯亡命天涯，要么我把那个人交给楚寻，让楚寻来料理他们。当然你还有一条路，帮我把我大哥救出来。你这三条路都是死路。哼，最好的打算，只要能救出我大哥，我会给你们一笔钱，足够你们换个地方过安生的日子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要我们从都昌府滚蛋呢？没错，你们都是我重振清河帮的阻碍。
这就是灵隐真正的目的。我真想把我的手给剁了，剁了也来不及了。这么看来，现在我们只有杰梦良这一条路可走了。德宗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们来做，你退出。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次就算我逃了出来，灵隐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几个玩死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共进退。你是？啊，听说你家的房子要卖，所以我来看看多少钱能买。该你了。大人，你身为大宋的郡县捕快，一个月多少钱？二两。你家的房子多少钱？大人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。根据珠宝店老板的供述，那个下落不明的黑市贩子是一个月前把东西卖给他的，而你们几个是在半个月前突然得到了一笔钱，买房的买房，还债的还债，你总要给我个解释吧。你怀疑我们？我们做捕快的难免会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，那个黑市贩子一定在你们捕房挂过号。这都十多天了，你们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到，这说不过去吧。大人，您说我们的每一条都没有触犯大宋的律法吧？我总会抓住你们尾巴的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把苏双给我叫过来。只要这个珠宝贩子不落到楚寻手里，他拿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是做决定的时候了，我们走。王哲，你我和王哲商量过了，杀死灵隐，找到那个珠宝贩子是我们唯一的活路。戴总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我们去就够了。
这是在黑市上搞到的，体积小，善于隐藏，里面为了剧毒，只要射到必死无疑。只是谁来射这支箭？我来，还是我来吧。行，进去吧。都想好了？没错，我们已经想好了。看来我是高估你们了。要是知道你们用这么笨的方法杀人，我应该亲自出来等你们的。把他们放了！哼，你们三番五次的冒犯我，给我一个放的理由。没有了他们，你救不出你哥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我必须给你们一个教训，让你们长长记性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们会和你合作的。你没得选择，上次和你过招，一直没有尽兴，这一次，我们得好好玩玩。很简单，你先到，他可以活。我要是先到了，他就死定了。
戴宗，不要，不要！戴宗，救我！王直。说，王直怎么死的？我们被清河帮的余孽埋伏了。对了，如果不是宗伯大人下令要我们停下来追查珠宝贩子，清河帮早就被铲除了。你这是在怪我？自己找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戴总，不怪你，你不要这样。什么不可能？除非林隐他不是人，他不可能比我先登上去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林隐太厉害了，我们眼下只能按照他说的办。以防万一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把我娘和小溪送出去。我们也回去，把家人安顿一下。就送到这里吧。娘，你受苦了，孩儿也是没有办法。要是楚大人怀疑我了，我的事情就更难办了。小溪，带我娘去江州，事成了，我去找你们。
小七，如果我一直没回来，带着我娘找个好人嫁了吧。别激动，他们都没事，只要你们帮我把我大哥救出来，我自然会放了他们。本来你们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的，非要逼我把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好，我答应帮你救你哥，但现在楚勋已经盯上我了，你得帮我。怎么帮？你们都给我放仔细一点，对手跟我们是同行，对我们的手段非常清楚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我们要的人一定就在都昌这帮捕快的手中。总捕大人，大人，发现主保贩子的踪迹了。什么？在哪儿？别急，慢慢吃，没人和你抢。你是抓我呀，还是抓他呀？两个一起抓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可以试试啊。哎，那两个人怎么不见了？在那儿追。怎么样了？楚勋已经被林隐引开了，估计一时半会儿没工夫理我们。来，这边说。打算怎么办？我们真的要劫狱不成？是我们给杜昌监狱加派了一倍的人手，怎么劫？哎，这是不是叫作茧自缚？要劫孟良，只能在杜昌监狱外。这样不管结果如何，看牢房的那些兄弟们也不会因为看管不严而被我们连累。孟良怎么才能在监狱外呢？我自有办法。饭来了。出事了！来人啊！出事了！
带不动。怎么回事？中了毒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孟良是我们的要犯，怎么看管的？牢房里居然发生了中毒事故，太蹊跷了。我怀疑你们当中有人被收买了，要杀了孟良。这可是天大的冤枉，我们哪有这么大胆子？我即刻去请示县令大人，当务之急，换个牢房关押孟良。这是县令大人的手谕，已经同意转移孟良了。这下，咱们有机会了。那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我已经有计划了。说。这老姜怎么还不来？等老姜来了，咱们一块说。哈，老姜呀，可能在家带孩子呢，一时半会儿啊也过不来。这样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好去安排安排。好，明天我会安排两辆囚车，一辆真，一辆假，告诉灵隐的自然是那个假的，真的我们自己接。这样既能保证押送孟良的那些兄弟们平安无事，另外还可以反被动为主动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声东击西？对，只要孟良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，你说呢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安排。好。钱，你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贪财的人。哼，你如果从六岁开始就被人追债，你也会和我一样贪财。说的也有道理。哼，戴宗准备了两辆囚车，第一辆是假的，第二辆才是真的。你跟着第二辆就行。四双，戴宗，你这人把我叫这儿来，你却不在，干什么去了？嗯，哎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苏尚他怎么了？林隐对我们的情况一直了如指掌，每次我们行动之前他总能事先知道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是觉得有点奇怪，你不会怀疑他是内奸吧？不是怀疑，是已经证实了。这，我一直怀疑我们当中有内奸，但我不知道是谁。于是我想把我的计划告诉你们两个人，谁去向灵隐泄密，谁就是内奸。谁知道你迟迟不来，而苏双他却是急于知道计划，我就告诉他了。你可真是深不可测呀。
我也是被逼的。刚才匆匆去见灵隐，他把我的计划全部告诉他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这次我一定要让灵隐中计。我弟弟托人带话告诉我，我今天就会自由。我也希望如此。你多待一天，我就多一天噩梦。你现在是后悔抓我了吧？快去汇报。是。就在这儿吧。停！兄弟们，睡一会儿吧。大夫都说这有劫匪，是孟良的人，让咱们别打，也打不过。你不会现在就想跑了吧？大夫都可说了，劫匪来了才能跑，绝不可以先跑。阶下囚车，快跑！现在可以跑啊！跑！大哥。你大哥已经被我送走了。戴纵真有你的，一直被你牵着鼻子走，我反客为主一下，怎么受不了了？似乎说的有点道理啊。再让你跑掉了。
戴宗，娘，小心。你挑的这个地方不错呀。在什么地方抓的你哥，就在什么地方还给你。这个点子我喜欢。少废话，换人吧。过去，停！娘，小心。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已经让人带着那个卖珠宝的见楚寻去了。就算你们今天逃走了，楚寻也会帮我把你们处理掉的。意料之中，从一开始你就没打算给我们留一条活路。说的跟自己多无辜一样，你们要是不贪，我还真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只是放出了一个饵，是你们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这是我听过最无耻的话了。哼，很快你就什么话都听不到了。男人犯了错，最后却连累了女人，哼，真是可惜呀。
下流的小把戏，其实你的身法一点也不厉害，谁能想到，神出鬼没的灵隐，居然是两个人。你用这样的办法神神秘秘，让对手胆寒，今天在我面前不灵了。哼，你怎么识破的？上次在悬崖大战时。 自己的傀儡，终于被你自己给杀死了。主捕头，老蒋，你说，我有罪，但戴宗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戴宗早就把事情都告诉我了，他所做的一切。 就是在帮你们赎罪，这场噩梦终于可以结束。老姜，孟良。 还不束手就擒！哼，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我弟弟还会想办法再救我出来的。他没法救你了，快走，走。因为他要和你关在一起。大人，他就是孟灵隐。 那个偷盗宝物的人，拿下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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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娘，我和小七要走了，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以后不能天天来看你了。娘，你要保重。你们也安心吧，小七，我们走。我们去哪儿？江州。